飞猪上看到一篇关于杭州这边最适合穿汉服打卡的一些景点，我就非常非常的好奇，然后看它的描述真的很美，所以说也是可以说是顺着攻略穿上汉服来到飞猪上所写的这个地方来拍照打卡，然后发现真的非常合适呢。首先我非常喜欢汉文化，而且我觉得穿着汉服拍照拍视频都非常好看，我走在杭州的街头能看到很多小哥哥小姐姐穿着美丽的汉服，我觉得这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